风采无限play。欢迎锁定帮帮森家后台无限 play， 我是 Ben， 我是来自 Music and Drama Company 的 Kim。今天很兴奋，来了一位网红。对，说到网红，如果要分等级，今天这个是 Grade A 的，肯定是 Grade A， 因为他可以自编、自导、自演，他不只会演，而且演得非常厉害，而且演得非常敢。对，而且他还会主持，懂时尚，好像会唱歌了，好像。然后最难得的是自然不做作，欢迎秋慧，秋慧。怎么你们讲到我家行？所以哪一句是哪一句不该讲的？全部都对啦，actually correct。我给你吓到他的 entrance， 所以大家喜欢他，好像炸弹这样。我越听越开心啊！哇，就对了啦，把那个唱歌的怕好我一点，我怕啦齁。你自己在社交平台偶尔有唱几句，但是今天是一个正式的表演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不过我们因为初次见面嘛，来破冰 ing。第一道，一般人对你的第一印象，觉得我很老，很疯。Real life 就没有这样啊，不讲话的。Real life 他们讲。哦，你在电视上比较肥哈，你这人这样瘦啊？哎，你很美嘞。最欣赏的男女艺人可以是 international 的吗？可以。OK， I think 演戏的我喜欢 Jason Statham， 因为觉得他很 man。如果我们讲 Korean 的话，应该是 GB 跟 Taeyang。哦，跟 Bang 的粉丝。对，音乐的跟戏剧的都有提到了。好，下一道，你对自己最有自信的地方？我的脑。讲好来啊，脑啊，脑袋。好，好，下一题，你最想和哪一位本地艺人演吻戏？啊，这是嫌弃吗？这个不可以了，有一个肯定有的。啊，连我选他没有选他，连等一下怎么我这么多 boyfriend， 你还会生气？不一定会发生的。好，OK， 好，他不想演感情戏。最后一道题，演艺事业最大的梦想是？希望可以在。like Netflix 的一个 sitcom 这样，以你为主角的，我觉得会很有趣，如果他像。对 yeah, 我觉得 sitcom 很好笑，有机会哦。我觉得刚才我蛮意外的，哎，不是网红都很放得开的嘛，所以还有想到谁要 kiss 的吗？亲吻戏，他还是不放手呢？没有，本身看起来是比较 like open minded 的 right， but 私底下我还是蛮 like。conservative 的 OK 啦，那我们就期待你的第一场。But then for 演戏 professionalism， 你叫我清水都 OK 啦。不挑，不挑 ，OK， 不挑，真的。那我们说到秋慧，现在大家认识你可能是透过网红社交平台，也有人可能是因为国皇大哥的新闻。你现在是金刚媒体的艺人嘛？但是我们回到最初，你是从小就想当演员的吗？从小我想做 fashion designer。Growing up， 我觉得，我其实很喜欢演戏，我很喜欢弄人家笑，搞笑谐星路线。对，其实你叫我演那种 serious acting role， 我也是很喜欢。But 我觉得这种 serious acting role right， normally 是 reserved for people who are very 要外貌很美的那种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是吗？时代不同了，因为看他们找哪个男的配嘛。是吗？对不对？而且你也是很漂亮啊！你说什么？哎呀，够了啦！等一下我编到你了。你故意要我们这样讲好话的，对不对？那当初你是怎么开始，就是制作自己的视频，然后分享在你那社交媒体上？我觉得以前啦 ，I don't know anyone in the industry， 没有人脉。对，所以我就 sign up for SMA for 一个 2 months course 啦。坤辉导演啊 ，he's one of the educators in the online academy， so he told me that 如果我要多一点 exposure， 我可以 try like having a YouTube page or something like that. So I thought like, okay, since I'm trying this, might as well just do something right to push it. Then 我就 start by 做很多 skits 啦 on my Facebook page 啦。那个时候是刚起步嘛。对。你第一次觉得当网红啊，生活不错，是什么时候？最近吧，我觉得最近。最近啊。One year before 我 join 金刚媒体，我做 freelance 嘛。I just wanted to take a break. Then I was like, 我没有在太大的期望的，很像 brands 会记得我 and stuff， cause 我还以为他会 associate me to a company 啦。But then when 他们自己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就actually like I can do something with it， 比较有安全感了，就是不是因为别的品牌，是因为你个人秋慧。
对，但我进金刚呢，我的 manager 很好，他很会卖我。哦，这边开始要巴结一下公司了，是吗？没有，我们 work well 啦 ，because she knows what I'm good at and I can deliver what she expects of me 啦。好兴奋哦，因为很快要唱歌了。Yes，你们兴奋啦，我也是有点 stress 啦。哎，知道邀约说这次访问邀你唱歌，你的心情是什么 ？Honestly, right.我还以为哦，我们是很像很 casual 在那个沙发讲话，但你们叫我来唱两句这样子、哦，然后我们一起这样子唱。对，对不起啊，那个沙发没有 budget， 所以只有你那边的是沙发。刚刚进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为什么有 IEM 啦，什么 terms that I never hear before 啦，然后突然间有一个 professional guitarist 在那边 ，Joanna Dong 的 guitarist，、啊、不要有压力，不要有压力，你看，越来越压力耶、欸，我们很重视你耶。对，所以刚刚彩排了，现在你准备好了没有？I would say like a 50% 啦，哈。OK， 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难度很高的《普通朋友》。这难度很高啊！啊，你不知道哈？不知道。好，我们去听听看你唱的有没有难度很高的感觉。我随时随地在等待，做你感情上的依赖，我没有任何的疑问，这是爱。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，多无奈。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。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，感情已那么深，叫我怎么能放手？你说。我在爱爱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， 不是情人。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，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。 So I 不能只是 be your friend， I just can't be your friend。坦白讲不错哎、欸，真的吗？不要敷衍我哎、欸，没有敷衍你。等下你先听，我不是专业歌手，你听他的。没有，你的音是准的，然后算蛮稳的，只是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信心了吧？就唱出你自己的味道，秋蕙的味道。对，后面越唱越放得开的时候，不错啊。所以 manager 可以卖这个，可以卖啊，歌手秋蕙。他已经跟我讲，叫我回家每天练了嘞。我讲我又不是歌手，讲。Just 练，你练多久这个表演？一两天呢。哈？可以够的，因为我以为我们在沙发唱歌，没有，我哈是说的 like 这样、oh. ，five six seven eight 等待 ，OK， 随时随地。没有哈是因为一两天就这样了。想象一个礼拜会怎么样？一个月会怎么样？所以现在很会讲话，好厉害、欸！接下来商家认真邀你唱一个，比如说尾牙，你 OK 吗？唱歌不要讲话的。尾牙是什么？就是譬如说啊 ，D&D 啦，是认真 OK 吗？可以啦，我可以去练。所以你对自己歌声其实是有一定的信心的啦。我觉得年龄大了吼，你的那个 vocal range 就会低，所以我觉得现在有点 cannot。哇、嗯，你现在开始要讲以前唱的更好了、嗯，是这样啦。以前哦，我跟你讲，连阿妹都 cannot hold candle 的你，现在我可以给他赢咯。哎、欸，这个人不可以称赞哎。对。好，我们下个星期继续跟秋蕙聊，因为呢，他实在有太多故事可以挖掘了。锁定下期的后台无限 play。拜拜。后台无限 play。